连环杀手的套路，反派是神秘的连环杀手，专门挑年轻女孩下手，一次都用同样的手法，但不会留下证据。FBI 主角毫无头绪，然后派出漂亮女配做诱饵，嫌疑犯禁不住抓走女配，而主角却跟丢了。嫌疑犯准备下手，主角及时赶到将其打倒逮捕。但嫌犯并不是反派，只是模仿者，在女配松懈时就遇到了反派，然后领了盒饭，但是留下了线索。查到反派是不起眼的司机，经过一番搏斗，反派最终被主角逮捕。人类信号收发基地接收到时光年以外的外星信号。不要回答，不要回答。好的，通过电波，外星生命体获得地球的坐标。生命体的星球有三个太阳，有恶劣的极炎和极寒的气候，但是科技先进，为了找到宜居星球，决定大举侵略地球。电火，行星发动机启动，地球离开太阳系，生命体来到目的坐标。报告长官，目标星球不见了。太阳爆炸，外星生命体灭绝。